怪我每天在那边找，有时候人家都没有看到他。以前他都会那个，哇，他换老板了。嗯。会不会那个阿嬷也死掉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问题了。那个阿嬷，我看他都不会讲话嘞。嗯。我看他在推动。对对。很棒啊，很胖，对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他人很好呢，嗯，然后我跟他讲话，对啊，对啊，大千五爱大一，我有点很多山上，哦，花莲是。比较不会下雨啦，罗东那边不会下雨的。嗯，对吗？真的啊。罗东跟宜兰那个很近。很近，很近。江湖啊，我太太就那宜兰啊，宜兰那边啊，太太啊，在宜兰？没有，她是那个那边宜兰那边的人。哦。她姐姐的三个都在宜兰。哦。都一直叫我们搬去啊，搬去宜兰去。他弟弟哥哥也都在宜兰啊，太太宜兰人吗？太宜兰人，对。啊，我是苏澳，阿嬷是苏澳人。嗯。但是也到宜兰的很快的。苏澳你知道哈？哪里？苏澳。不知道。火车过去山洞，他到罗东，十公里而已啊。苏澳到罗东。哦。海边呐、啊。苏澳都抓鱼啊，都那个吃海鲜很多。阿嬷都要吃鱼，可能他这样哦，那个年纪会比较多岁，吃鱼的人，医生讲的说那有吃鱼的人。你那边也是海边吗？有啊。海边好啊，吃鱼好啊。嗯。海边。印尼有17元。印尼啊？17元，我菜也加大。海边呢，石头很漂亮，小石头。
要扶他很女生很力气不够了，嗯，要叫昌吉来帮忙啊。对。下雨都下一点点，不会很多。因为下午就是那罗东那个中介啊，你认识那个啊，办理的，他会来。好。老板娘叫他联络，叫他。中介很近那个菜。宜兰，宜兰，不是在罗东吗？在罗东宜兰都有、哦。那个公司，哦，公司在宜兰。哦，公司在宜兰。嗯。啊，他那个人在罗东了哈、哦。嗯，对。哇、哦，他们那个有联络了，那联络处了、嗯，我知道。很多红绿灯，哎、欸，很多，哎、欸，没有车，有红绿灯。
这个还有花莲吗？这里有。一样花莲。花莲很大。这边人很少，就那个种田呐、啊。种田呢、啊？种玉米啊。人很少，没有很多。你看这边都种田的、啊。对。山里面的山洞，那边，它里面有电灯啦，有。那你那个印尼妈妈有没有种田？那个种米哦，种米哦。台湾这个也是种米啊。漂亮呢、欸，漂亮、哦，身材很好哈、哦，他高，他很高呢、欸，很高嘛哈、哦，对。他21岁哈，22，22了。
纪念那什么。哇，啊你，妹妹跟你差十岁嘞吼。对对。差很多嘞吼。很多。还要消那个弟弟，还有，还有，他18。哦。哎，不是18。哦，18哦。18岁。弟弟还比妹妹小哦。哎，我的最大，我的弟弟3个。3个啊？哎。哦，我以为1个。1个妹妹。弟弟最小18岁就对了啦。哦。嗯。也有20几岁的吧。啊，20几的也有吧。三色。31个啊。3色，然后这个。然后28、27。26。22。妹妹，然后18。啊，再来18了啊。他最大的，他也多我10岁啊。嗯。对呀、啊。我最小啊，他最大。
Thank you.
人出名？全部很多啊，这里啊，对，在山上呢。哎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山就开始在山上啊。大理石了，嗯，石头啊，那个石头。18年，对呀、啊。就是海啦、山啦，齁、哦，全部都这样了，这样啊。
多人都开车来这边了，照相，漂亮海哈、哦。花莲很多地震。哦。常常在摇啊。山上海边那。你都。没有休息放假。那、啊、你那个朋友，你都没有去找朋友过哦。啊。我说你都没有去找朋友了哦，很少哦。很少。里面这个山洞啊，台湾人也死掉很多呢。开这个洞啊，小心啊！哎，它会那个，会那个脱落啊。这个上面，上面山上，啊？对，这个山嘛，挖就挖山的、啊。这个山洞的工人很厉害哦、嗯、真的很厉害的、嗯、要感谢他们了、啊、应该是那个一定没有了，一定没有这样，没有一点点了啊，没办法，台湾全部山啊、嗯、啊你要挖才有办法去台北啊，嗯，火车也都是山洞很多啊，很多，对啊、哦、一样啊，火车那个一定要挖，还有呢，很多、哦，七个，也有算哦，七个。这个新的山洞差不多三年而已呢，三年而已、嗯哦、你看这个很新啊，漂亮，这个不能开很快，会照相，照相花钱啊，不能开很快，它这个有规定，它有写啊，50啊，50到60，60可以啊，哦，超过会，它会照相，它照相机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啊，那它会寄给你啊，要花钱啊。
哎，这个很长哦，很长，这个伸到来这边，这个很长的。新的，差不多三年而已。以前都要走那边了、啊，那边小小的，哎，对，现在都用这个新的。
这里还有花莲呢。这个还有花莲。你看的这里还是花莲。嗯。很大哦。开始就到罗东了，这个小小小的站它不停的了，慢车才会停呢。水泥厂盖做水泥的那个印尼一样有啊，什么那个水泥盖房子那个啊，要啊，很大哦，这边都是山上那边，
前都走那边的山啊。哦，在那边。小小的嘞。哦。要开很久、哦。以前开的都要走那个山那个，要开很久嘞。啊，现在都那个山洞哦，一样都快很多了啦。哦，这里啊，因为这里就宜兰县了，刚才有写到那边中间呢、啊。这个河的中间，这边算宜兰啦、啊，这边就宜兰的了。这边对宜兰。哦，宜兰也是很大嘞。你看，从这边我们要到罗东还有一个小时多嘞。啊，花莲也一样啊、哦。你看我们出来一个小时有了哦。嗯。哦。嗯。我们七点多出，现在八点多了、啊，一个小时了、啊。新的啊，这个新，哎，都新，都跟那刚才那个三年差不多三年。
七十。七十。嗯，也不能开很快，所以到要花钱呢。嗯。这样也好了，你如果开很快，万一撞到会车祸的话，都塞车啊。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撞在里面怎么办？所以他有规定也好了，你不能开很快的。他真的有网路吗？啊，网路、哦？可能不行哦。不行了。嗯，在山里面我可能不行了。很麻烦，如果在这里那个车祸哦。欸就只有打那个行动电话了，不能打赖那个那个是不通的了，微信肯定是不通的。电话是可以，就要花钱的电话那打那个应该。
太清楚。睡着了呢。如果那个，因为它也不能开很快啊。火车那个可以睡着啊。火车都可以开100多啊。嗯。这个。现在有山洞没有很长的啦。嗯。现在都一阵就过一阵。加油。在前面就有一个没有山洞，就要走山路，走那个旧的山路。
这里叫南澳。什么？南澳，这个地名啊。哦。南澳。南澳。啊，对。那个火车会讲啊。南澳到了火车。那个游戏，那个。普悠玛不停啊，这个都小地方，它不停。哦。普悠玛就直接花莲，就直接到罗东才会停啊。那个慢车都会停。南澳。南澳。这个就是旧路，以前的路，这现在没有山洞，哎，这要爬坡了。弯来弯去呀、啊，爬坡，这个就没有山洞了。小心！爬上去啊，然后再下坡，下坡了就快到那个，就快到苏澳了。苏澳过到罗东就快了。下面上来，现在很高了嘞。嗯。
远了，刚才你看。哇、哦！我们很高啊。只有这个山没有山洞，再等一下再过去就有山洞。等一下，这山洞就不会了。只是这个地方，这个不会很久，这个不会，这个很快就到那个山下。山下等一下，那前面呢又开始一个新的山洞。山洞这个要花很多钱啊、嗯、你要开山洞要很长，这样子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啊，可能会在几年后 会开的，会再开。下面就海了啊！哦，海边。
看嘛。海边。这个有渔船，渔船在捕鱼啊。这个都三年，新的三年，现在这一步。那这边就旧路，刚才一起去山路，刚才跟那个一样。那这个新的，三年一样，三年。这个山洞过了就，我讲我们的故乡苏澳了。嗯。啊，苏澳就罗东啊，那旁够隔壁十公里就到了。我没意。十点了，我们十点会到罗东了。我没意。这边可能会下雨哦。这边就罗东，我看下雨了啦。早上没有下，现在看起来雾雾的，应该会下雨。气势。
啊？不是在那边不行吗？旁边不行吗？那个？嗯、啊。不行。为什么那个刚刚？那个是那个，如果车子坏掉哦，就可以开到那边。哦，哎、欸，坏掉要赶快开到那边。很麻烦那个也带录音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放旁边。老板有两个录音。哦。一个放公司，哦、一个在家里。水泥厂。有。
老板一样的那个，哦，那个我朋友啊，这里是苏澳了。苏澳，我的故乡啊，我以前就在这边。阿嬷，嗯，生了我们都在这边了。小时候我们都在这边生出来的，都在这边。现在到罗东，妹妹，嗯，15分钟到罗东了。哇，15分啊，很快。这里，这阿嬷知道这个地方了，她住那那么久了。阿嬷，阿嬷，嗯，加手啦。他的故乡他知道了。这个高压台湾的阿布在印尼伊布，哦，伊布妈妈，伊布，哦，布的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墙，这个是哪里哪里苏澳，苏澳，哎，这个苏澳，苏澳，很快了。学校，我以前读书了。那个，很久了，50年了。50年。对啊，16岁，十几岁读了嘛，那，嗯啊，现在60几岁，50年了。现在你几岁？66。我今年坐火车半票。我的爸爸57呢。57啊。嗯。我的妈妈52。没有，如果像你们印尼，那我是65了。妹妹，65，因为我们台湾都生出来都一岁了嘛。里面我知道，中国那边一样都讲，那少一岁了，65了。嗯。你说爸爸57哦？57。57的话。58。我们这边算58，那他是1965啦，西元，这样你就知道了。你爸爸1965的啦，对不对？1965，啊，对对对对。那，啊，我57的啦。57。我多你爸爸8岁，我多8岁。嗯。我太太1964。哦，我太太多你爸爸1岁，
1964。阿嬷1928，1928。36岁就老公就死掉了啊！他有枪。有时候他想到这个，他会哭嘞，他会哭嘞。他说他以前呢、啊、那么很辛苦这样啊。阿妈有五个小孩了。对。如果是现在的女孩子啊，哈。嗯、跑掉了，小孩丢掉就跑掉，就嫁给别人了、嗯。现在台湾的女孩子哦，年轻的不会吃苦了。真好食，菜脯米你要食无？会啊。有哦，东山真有名呀、啊！我阿姨也捌带我去，我知影。啊，食袂落的啊！我有炸泡面啊！啊，恁去无？恁在买背包无？有啦，迄即摆阿弟可能有买鱼啊啦。暂时才买一个背包倒了。有啦，应该早你要来有买啊啦。啊，妹妹会晓做，会晓煎啦。刚到位啊。你要到啊？阿妈吃我阿妹啊。他说他吃不下。对啊。大秤不一样一个呀，我晒几点钟啊？两点钟啊？两点钟。那是即马拢做房卡，拢做新的，你若照旧咯，爱三点钟才会到。拄仔拢房卡，你无看，拢全新的房卡，就较紧啊。妹妹以前要三个小时。没有那个山洞很多，那个要多一个小时才会到。嗯。这东山啦。嗯。塔巴库遐啦。哦。
东山啊，这东山。啊，搁过了山岗啊，就到啊，搁几分钟啊就到啊。阿嬷有一个妹妹住这里，妹妹。啊？阿嬷有一个妹妹住这里。哦。这里叫东山呐、啊。东山。对，东山。再过去就罗东了，隔壁就罗东，五分钟就到罗东了。啊，我迄草啊过干咧，伫遮附近，阿姨要不带我来买？真好食迄间啊，迄草啊过，阿姨要不带我来遮买？这个生意也蛮好，这间几点啦？阿姨要带我来，我都知道。最小的妹妹啊，嗯，我知道，她下午也会来啦，我有跟她讲说、哦、阿嬷中午会到，她说她会来、哦、还有那个舅舅她的弟弟也会来、嗯嗯、弟弟我无记哦，那个车阿嬷嘛刚摕来，车阿姨还佫两只嘞啦，两只妹妹讲的啦，啊原来讲佫两只什么两只？厝的一只啦，啊，公司嘛一只安尼啦。喂呀、啊！妹妹讲的啊。阿妈说那个推车啊。啊。我说你说。对啦，他以为没有，我们把它搬来这样的。啊，我有跟他讲说，家里有一台公司买一台。啊，辛苦来家做了咩？小罐啊，寄来啊，小罐你领也无用啊。头个寄袂来，我想不爱寄啊。哎，因你那无用小罐啊，结果放咧房间啦。那是真无过来买，过去买啊。洗衫机嘛袂使，我才叫阿姨啊买啊。哎，查某人较会晓买啊。前面红绿灯，一般都到了。因为
衫鞋嘛，莫买，我无爱吃。水果安尼，伊遐遐济，但饼啊、水果我拢毋捌吃呢，无用吃袂落。啊，这买不拉鱼，找饮食安尼吃啦，安尼，我嘛不哩爱吃。不拉鱼找饮食啊，你嘛真好吃嘞，配糜啊。伊大头乌啦，真歹食。无啦，一般的乌拉鱼，我看有啦。倒位啊，才有。罗东就有啊啦。哎。罗东市场啦。哦。我再来买啦。你不要买。我叫阿姨啊，敲倒摆来买啦，倒好啊啦。阿姨啊，下昼会来啦。啊。阿姨啊，甲阿姑下昼会来啦。哎呦！我有甲讲，我中昼就到啊啦，安尼啦，伊可能会来啦。安尼，伊会买咩来个？伊会骑好多摆啦。哎呀！伊也袂晓驶车哩。你若伊啊去考会过嘛，唔敢驶。明天有没有打？还没。